交通部已经核定基隆捷运第一阶段综合规划啊，那第二阶段北斗到基隆，市府是希望会当接代替的路线入去市区，或者是经过中间病院，这两种方案拢等在评估。交通部有答应讲会补助第二阶段大约1950万。在基隆七道的市区公车站正对面是学校，边啊挖建几大片一种工业用地，这就是基隆捷运七道站的预定地，未来会联合民间企业进行场站的开发。对面的部分是一个乙种工业区，我们希望在这个区域里面去做一个整个连开的部分，预计开发的效益会有将近38亿，未来假设这个开发成就会挹注到建设经费。另外，基隆捷运第二阶段八道到基隆已经启动可行性评估。基隆市政府提出两个方案，方案 A 是沿代替进入市区，由八道经过三坑到基隆；方案 B 是经由北京路、安乐路进入市区，沿路地势关节差较侪，跨度有限，优点是经过中间病院。基隆市政府是这个希望能比如说走向安乐区，来再到这个基隆火车站的方案。我想要这部分。我们会补助这个可行性的一个费用，那就请他们提出这个相关的计划。较早对于八道到基隆是不是要废掉代替老捷运，地方一直有两种声音。即摆市政府提出用中间便宜的方案，交通部原来有可行性评估甲经费补助，但是疫情了后有原料一家人工工钱大起，后续捷运经费会阁修正，中央要安怎补助？交通部表示会看后续的情形做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